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 Lam， 欢迎收看 It's Magic Time。 今天我会用一张白纸，我会将一张白纸对接，有什么用呢？好，我需要一条头发先，牺牲我自己啦。掹了一堆添，只需要一条而已。将一张白纸围住它，绑住它，咁我就可以量度到我哋头发有几长啦，系咪好聪明呢？最神奇系呢条头发系隐形嘅，佢唔会俾我影响嘅，你睇下。但系如果攞一把隐形嘅铰剪嘅话，一张白纸，当然呢个魔术一定要用头发。即是你們是不可以變的。今天我們學了什麼呢？正所謂有頭髮誰想做辣痢，有辦法誰想做孤痢。如果我跑得快，我一定不會想跑第尾。無論現在你的生活 OK 不OK， 你一定要學會喜歡自己。如果不是的話，無論怎樣都好，你的生活都會是可悲。開心的時間過得特別快，有時間說拜拜，拜拜。